可以留一个槽。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好，谢谢。那谢谢。所以我们想，所以我们想一个韩式油锅拌饭。韩式石锅拌饭。石锅拌饭。好，一个石锅，一个炒年糕，那要吃什么辣？有不辣的味道？哦，我觉得中辣。好，都是吃中辣。You cook in Taiwan？ 我对啊，我做饭。真的？对，我可以做葱油饼。哦，你可以做葱油饼。好啊，对我做葱油饼。就是你已经吃吃看，你觉得怎么样？他们告诉我就是很好吃，对啊，很好吃，还可以，还可以，还是不错哎，你告诉我不错，我说不错，真的，好，所以他说真的，那你之后可以在台湾开一个早餐店，不是我们在办公室卖的那个松油冰的，是冰的，冰的松油冰，哈哈哈哈哈，松油冰，对。这个跟松油冰真的呀 ？OK。Do you get what's your favorite meal to cook? Taiwanese people is rarely cook. Yeah, most of time we 都去外面吃。啊，真的？对。哇，那是很有吃。那你们都煮什么东西？在台湾吗？或是在墨西哥、美国，你们都煮？我在先比较有色。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候我会做饭，你呢？就是在美国，我觉得大部分的家他们常常做饭，就因为我的父母他们都做工作，他们没有时间做饭，所以我们常常去素食餐厅，麦当劳、Chick-fil-A， 你听说 Chick-fil-A？ Chick-fil-A 是。很好吃的 ，Bro Chick-fil-A， 是快 ，It's so good， Bro It's so good， 看起来很好吃啊。是还有我不知道，我觉得在台湾里面有礼拜五，这是一个神体，你知道？是我觉得在台湾是很贵，好贵，好贵啊！对对对，超级贵。在美国就是相反的。所以，如果我就是在我的地方，如果你是年轻人，你常常去礼拜五，因为在夜里的时候他们也开门，还有他的比较便宜，是跟来呀。如果你比别的餐厅是比较便宜，而且很有趣，因为在台湾我们只说 Friday， 我们不会说礼拜二。对，如果说 you just say Friday， you feeling it？ 行。No, I can't say this. 你为什么想要学韩文？不是因为靠着的时候我六岁，是那个六岁项目在韩国，然后，我本来我想继续韩文学习韩文，但是我大学没有韩文课，所以我开始学习中文了。所以我你之后还可以再去韩国。我想吃。哇，你给别人都是有韩国的 style。嗯。再一次再一次。你给我一个，你给我一个。啊！他们 so subtle， man。哇。真的，台湾文化适合你。对的呢。你要签。真的不一定。我觉得台湾的文化，我觉得我很喜欢台湾的文化，因为是我真的是台湾人都很开放，还有我觉得他们想跟别的不一样的文化的人喜欢谈一谈。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好的声音，我总是看起来一个外国人，所以我觉得我喜欢台湾，因为他们看起来哦我是外国人，我不太 like 很多压力。我觉得有意思吗？知道，所以如果我是台湾人，哦，我们有就是 societal expectations， 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我觉得他们如果我们去哪里随便坐，他们说哦他是外国人，对吧？我觉得我喜欢，因为
我觉得我们可以 I could define myself without expectations。哦，你觉得在美国是不一样？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好不一样的感觉。对，不一样的感觉。嗯，所以比较好的，你觉得？我觉得比较，有时候是舒服，有时候是不舒服。嗯，因为你会总是看到那个哦，我是外国人的感觉，所以这是不是我的家？但是也压力不太大，所以我你们平常会听中文歌吗？有的时间，我有的时候。也是。哦，你们听谁的中文歌？等一下。中文库马赞。库马赞。库马赞。可以说库马赞。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库马赞？因为我也是。库马赞。哦，库马赞。哦，麻烦。对，麻烦。对对对对。也很喜欢，哎，你说很喜欢，对 ，Julia 也很喜欢，啊，对对对对，还有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歌，这首歌，是才子 ，I don't know why 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歌，真的，我喜欢他，哦，真帅，对对对，哦，都是帅哥，你喜欢帅哥，对，好的。哦，这是一个 classic， 这是回家，这个也名 ，It's called 回家 ，My son 回家 ，That song I could ace it， 没有放弃 ，I could kill you， I got that one， It's very famous， Yes， You gotta miss that something 啊，这是一个极乐，我们大理的，对呀对呀。想象，哎，交换，对对对对，哦，是，啊 ，good times。I'm just gonna look through this and cry。回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看的哭起来，开始哭起来。It would be interesting。I think the way that like younger people connect with like history in Taiwan is very different from how it is in the United States。哦，As in, I think here people don't really care that much. Maybe more younger people are really like, they don't think it's as essential to national identity. But maybe this is wrong. Maybe, even with Shuai Gar, maybe they don't talk to me about Taiwanese history. So, in America, the young people or Mexico, the young peopl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history. I think they are very interested. But this is very important. Many national days celebrate like history. I think they will criticize.History. I think 我们常常讨论你是对现代的事情、现代的社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将来怎么可以检查？How to become better? 对呀。